都是在地人推荐冰品。特别的是店家的焦糖，有别于其他店家的糖水，店家冰品的选项好多。我们这次点了一碗焦糖错冰和豆花来吃看看。 Tilda 老街焦糖错冰，地址台中市东市区本街45号，电话04257703319，营业时间11点到21点30分，公休日，冬天不定休。老街焦糖错冰 FB， 请按我。莲子豆花加粉圆，豆花的口感属于比较扎实一点的，看人喜好，我是比较爱另一种的，类似木桶豆花他们家的。布丁红豆牛奶冰50美元，盘子有点小，所以边吃边掉。天气好热，看到冰品就凉一半了。这盘都不错，比豆花好吃。焦糖部分印象深一点，纯粹个人实际。转角处要顺着走下来就会看到在理发店这一边 Tilda 蓝色骑士 IGBLU119CHESE。延伸阅读 Tilda 台中东市一日游，东市美食小吃景点推荐：一日游青梅小吃部、林记水饺小吃馆、小巴咖啡、木棉花道、副歌版腾云号蒸汽火车、老黑轮肉圆店和朝宗建筑师事务所。东市林场油桐花萤火虫，东市假日推荐美食景点：亲子一日游、台中错冰刨冰冰品、懒人包、台中错冰刨冰创意冰品、冰沙双麒麟甜筒、雪片冰、雪花冰、冰棒、懒人包。推荐攻略：夏天就是要吃冰啊。不定时更新中，2016万0622。